我今天试驾的车型呢，我觉得很漂亮，而且它改款的幅度相当的快。我记得试驾它的前期款车型不过是2021年的事情，那么现在呢，它就又以全新的样貌来迎接大家。那今天试驾的车款它其实是 Kia 的 Ceed， 这个 Ceed 呢算是 3.5 代的版本。Ceed 车名的由来呢，是 Community of Europe with European Design。它其实是韩国品牌没错，但是它从设计跟制造呢，都是源自于欧洲。这台车的工厂在斯洛伐克。那我知道有些人呢，他一直对韩国车有旗舰，所以我提到这里，他一定会说闹柯林。但是事实上，你如果有机会亲自体验一下 Ceed。你就会发现我所言非假。那原厂呢定义它是油电跑旅。那虽然我觉得以跑旅来形容它呢，可能有点 too much。为什么？因为它毕竟是一台百来匹动力的车型。但是我们纯粹就样貌来看呢，我倒是认为用跑旅来形容它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它在设计上又比过去要来得更精致。我直接讲我对它的直观感受好了，它给我的感觉呢，就像是一个才华洋溢但是个性内敛的文青，所以你会觉得它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一种文青风。那么跟其他同级对手相较呢，它在造型上的确有它的特色，因为以一台4.6米的车型，其实在都会行驶你会觉得它其实相当的灵巧，而且你在空间需求的规划上呢，它又不会让你觉得不够用。它的行李箱空间是521公升，那你只要把第二排往前倾倒，它会扩充到1581公升。这样子的数据呢，它不只是一个数据，它等于能够对应到 SUV 的那一种空间需求，所以你就知道对于喜欢野营或者是喜欢凹豆的朋友，它其实是有相当不错的实用性。那么再来聊聊它的造型设计呢，这一次主要就是它把头灯跟水箱护罩做了一个整合，但是因为这样子的整合反而多了几分的时尚还有动感。那再加上它流线的斜背，就是微斜背，整台车呢你就会觉得它虽然性能跟真正的跑旅有一段差距，但是在样貌上呢，它丝毫都不逊色。那么坐到座舱呢，其实对它的好感度也会提升一些些。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韩国车大概内装质感都不怎么样，但是你必须要正视这几年韩国车的要劲。好比说我们今天试驾的 Ceed， 它就会给我有一种高级车的内装感受。没错，它的用料大概还是都是塑胶，可是它用的是软质塑胶。那像包括像方向盘的盘幅啊，这个皮革包覆它用的是真皮哦，所以会让我觉得在手感的部分呢，它其实跟好比说像 Focus 啊，好比说像 Skoda 的 Octavia 这些车款相较，它其实都不会逊色。那么在仪表的表现上呢，它是 12.3 寸的数位仪表，但是你切换就是 Drive Mode、哦、我现在切换到 Sport 的模式。那当然它有一个部分呢，我觉得跟竞争对手相较，它会相对的、哦、比较弱一点点，就是它中控台用的是一个悬浮式的8寸触控液晶显示萤幕，而且这个显示萤幕呢，它是英文的界面，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它可以连接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想要用的影音娱乐甚至是导航呢，它也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所以这个界面的部分是不是英文也不是太重要。那另外就是在座椅的设定上， Ceed 呢，因为它是一台家庭导向的旅行车，所以它在座椅的设定上呢，它并没有太浮夸的那一种跑车座椅。那在用料的部分呢，它也是皮革跟就是尼龙混织的，但是在乘坐的舒适性上呢，我觉得很不错。它不软不硬，坐后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有的太硬呢，你会觉得比较颠簸的路面呢，它会让你的屁股觉得不太舒服。那么太软呢，坐久了又会酸麻，因为它缺乏了支撑力。所以我反而觉得这样子的设定会让你有一种刚刚好的感觉。那么在后座的空间表现，以我179的身高入座呢，它的膝部空间跟肩部的开阔度都不错。那么头部呢，因为就是受制于它线条的刻画，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有点略微往后下修。不过以我的身高而言呢，它还有一个拳头的距离，所以这个部分呢也 OK。那么在其他的影音配备介绍完之后呢，我们来聊一下它在安全防护的部分。这一代 Seed 呢，在整体配备的提升上呢，它大概超过了10万元。因为除了它算是同级车里面唯一就是采用油电的配置以外，在主被动安全的防护上呢，它也比过去要来的提升就是更为精进。那除了具有 Level 2的辅助功能以外， SCC 当然现在有时候我都已经有点懒得介绍，因为你会发现连国产车也都有这些配备，那比精准度呢，大家也都不断的在进化。那它到底提升了哪些呢？我你看我一吹起来赶快就怕了。它提升的部分呢，它的 FCA 呢已经能够侦测路人、脚踏车哦，就是譬如说你现在在路上开开，突然有人穿越马路，那它也会紧急刹车辅助。那么还有包括像脚踏车的侦测啊，机车的侦测啊，这些功能都算是它新增的部分。那还有包括 RCCA， 就是你倒车的时候呢，它会有后方车流的侦测。那万一有横向车流，它用警示声提醒你，那你错过了，那它也会自动的刹停辅助。诸如这些配备呢，它算是有感的提升。那如果呢，你想看的是像 M3 啊，甚至是 RS6 这些高性能的跑旅，那你这一段可以直接跳过去。但如果你打算买的车呢，是百来万的旅行车，那么 Seed 呢，刚好就是在你想要买车里面的射程里面，而且呢，它在面对竞争对手呢，我个人认为它有相当不错的竞争优势。首先呢，它用的是 SmartStream 的涡轮增压引擎，再搭配 48V 的 MHEV， 就是它是同级里面呢唯一采用油电的。那坦白说，就是小引擎、小排气量，它本来就具备省油省税的功能。但是 Seed 呢，让你在省油这件事呢，省到一个彻底。它等于在前期款，也就是第三代车型呢，它的平均油耗是 16.5 公里。那么现在呢，因为多了一个轻油电 48V 的辅助，它等于提升到了19公里，就是平均油耗。这等于在同级对手里面呢，它算是最出色的。那另外就是在动力的表现上呢，可能有些人会说，啊，你要马儿会跑，要马儿不吃草，怎么可能呢？但是 Seed 呢，它就是等于能够兼具这样一个优异的平衡性。首先，它的最大动力呢，一样是160匹，但是在扭力的表现呢，它是25.8公斤米，所以等于在扭力上的设定呢，它是同级里面表现算是最出色的。那么因为又有轻油电的辅助，所以你在加速的反应上，像我们现在在山道上坡道哦，你会觉得它变得很顺。因为你知道涡轮增压引擎呢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必须用排气来增加进气的能量。那但是你在低转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会有一些些的迟滞。那么轻油电的马达带动呢，等于就能够辅助，就是满足这样子的需求。所以在整个加速力道上，你会觉得它变得特别的顺畅。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采用7速的双离合器自手排，
所以换挡表现呢算是相当的敏捷、哦、我觉得它在不同的路况自己在调配上呢我觉得很棒。那只不过有一点点小可惜的就是对于喜欢开车的朋友，你可能会希望说，哎，我能够有一个换挡拨片，就是能够自己控制升降档。自己控制升降档呢，在整体性能的感受上呢不变，但是直觉性呢会变得好一些些啦。等于它没有换挡拨片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遗憾。那么在整体的操控上呢？Seed 你在开它走市区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底盘相当的扎实，那个扎实度呢就是连整个座舱的隔音品质都很好。那这个很好呢是你在走颠簸路面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听到轮胎的滚动噪音以外，还有悬吊收缩的那一种碎震造成的那一种声音。但是 Seed在底盘的这个设定上呢，我觉得他把这一台百来万的旅行车呢做得比较高级化，它会让你觉得我好像是置身在价格更高的旅行车上面。因为除了关门的那个扎实度，底盘在闷坑深的处理相当的精致以外，它前麦花臣后多连杆的悬吊，他把操控的这件事呢其实调教得相当的不错。而且你知道他因为是油电的版本，他的电池设定呢就是在后座到后轴的这一个部分，他等于某方面呢也可以增加后轴的下压力，所以让这一台车在整体的配重上呢变得更为均衡。那只不过它还是属于家庭用车，所以它在悬吊的部分呢它并没有把它设定的太硬，所以你在剧烈过弯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感觉到侧倾。可是侧倾呢，那个侧倾它不是晃动的侧倾，它是很沉稳的很有 Q 韧度的那个侧倾。这样子好处就是它可以让你知道车辆的极限在哪。那尤其它配置的是2545R17的胎圈，那这样子的胎圈坦白讲跟同级对手相较它并不是最大的，但是它等于就是同时兼具了乘坐的舒适性，但是我又在这个舒适性之余呢能够带给你一定的驾驭乐趣，所以整个动力跟底盘的配置协调感反而相当的好。尤其它的转向精准度呢很高，那再搭配它原有的就是半自动驾驶的辅助，你会觉得开起来其实有一种很踏实的安心感。而且你在跑山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等于以这样子的动力配置，你全油门的时间点就是油门全开的时间点其实颇高的。尤其我们今天试驾的天气不好，它是下着滂沱大雨，那么在湿滑的路面上呢我可以持续的油门全开，表示这一台车的底盘设定跟它整个操控的稳定性已经让我充满了驾驭自信。其实我发现 Seed 有两个罩门，第一个就是它中控台的萤幕呢其实八寸萤幕相较于竞争对手是小了一点点，可是呢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是无线 Apple CarPlay， 所以你在操作上在使用上呢你也不会觉得不方便。那另外呢就是它少了换挡拨片，那对于喜欢开车的朋友而言呢会少了一点点直觉感，不过还好它的双离合器那个反应真的很快，而且它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震动，再结合它整个轻油电的动力输出会让你觉得开起来相当平顺。所以整体来讲呢，除了帅气你想得到的配备它都有以外呢，我觉得在半自动驾驶的部分也就是 driverways 它也同步的提升。除了我刚才提到的 RCCA 就是它侦测到后方来车会自己刹车以外，它还有一个 BCA 就是盲区主动刹车的辅助。我觉得在这些配备的加入之后呢，它的确会让它整个安全性的感觉大幅的提升。另外呢很重要的就是
其实就动力而言呢，相较于其他竞争对手，同样都是 1.5 升，同样具备省油省税的优势，但是它轻油电辅助呢，等于是它在动力上最大的卖点。另外就是在操控的表现上，我觉得它除了底盘调教会让我觉得欧化的彻底，甚至会让你觉得有一种驾驭更高级车的那种档次以外，它的方向盘的回馈手感是我觉得所有里面最精细的。那不过因为我们试驾的时候呢，它的售价还没正式公布，倘若这台车的定价在120万元以内，我觉得它还是有相当强劲的竞争优势。